要拿酒罐。一个人拿，什么都有。咱们又不是搞那么那个，但是一点也不客气呀、啊，大哥。新开的入席的朋友，抓紧时间入席赠送。为了保证整个婚礼会场的有序，请大家不要占用主通道，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。人们都在期待着四季如春，殊不知是种子破壳的生机。一个帅气的小伙，一个漂亮的姑娘，一切美好皆源于他们的相爱。奋奋掌声高声送给现场好吗？在每个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，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披上美丽的婚纱，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步入这神圣的婚礼殿堂。请伸出能托起新娘一生的右手。此刻，爸爸，请你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的手上吧。幸福启航。
所有家人朋友们，来吧，手牵手，面向父母所坐的位置。我深深的一鞠躬，以表达爸妈的两意之情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了。接下来，一位亲人要给现场的所有家人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，以表示感谢。谢谢大家了。感谢各位朋友，还有感谢老上人叶玉勇，也感谢我的母亲啊，董香。新郎官是有备而来吗？啊，掌声不够激烈，庆幸有点忘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啊。谢谢有你的陪伴，我才有生活的动力，还有呵护的动力。也希望岳父岳母请你们放心，把你的女儿交给我，我会把她照顾好。近一秒会比上一秒更加的爱你。谢谢大家，掌声祝福。我就说嘛，我已经很仁慈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最仁慈的。你看陆哥的，金字塔都没他这么高啊。你看一下，我杰哥的，法国巴黎那个拉菲塔，哎，这你等会儿喝哪杯？我告诉你，就这杯可以了。这杯甜的，要不要纯的？纯的。不甜的，甜的，这杯是甜的啊。对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帮喝这一杯，你不要给我死透啊！把包拿过来，来干杯！有饮料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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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以啊！干花，你这个干杯就够了。这个拿来，可以啊，这么好赚啊！哇，很棒！都可以。这边有啥呀？啥都有，要啥有啥。一个不太干了，这边。收好，干杯！拿好了。很棒，今天是谁负责？
就差不多了。